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芝。啊，早上起来好冷啊，起来的时候冷得我瑟瑟发抖，然后赶紧起来洗漱完，这会儿还早，先送完这个小侄女去上学，然后再去嫂子那边跟她一起去街上赶集，因为约好的嘛，今天去街上赶集，所以起来的早一点，要不然没啥事的话，像我平时都要睡到八点才能起来，今天早上起得早一点，七点钟就起来了。现在出发，要不然太晚了。我们已经到灵官殿了，嫂子现在去送小雨蛋，我带着这个月月。你吃早餐没有？没有。你还没吃早餐？那我们去吃早餐哈。这个给我称两斤，就是分开两袋子装，一袋装一斤。13块。然后那个多少钱一斤？那个小的。给我买10块钱。好多干货。有没有那个红色的西瓜子？没有。好久没来街上赶集了哦，看着有那个姑子采，改天跟嫂子去山上采看有没有。哇、哦，好多卖的，应该可以、啊。你两个跟哪采？就傍晚的时候摘。这个好的钱一把。多少钱？贵的好多钱一把。我是哪的？我们刚刚采的。1块一把，文家都是1块钱一把。买两把。一样买一把。这哦，都不好，长得不怎么样，这个还可以。对，他的。我们再来买点板栗，尝了一颗，这板栗还挺好吃的，水分足又甜。我就一口吃那个。看那个。板栗，那你别了，我给你。感觉长得都好看呢。板栗怎么600克？3斤呢？两斤好多了。2斤3斤。轻三斤，你看家里一起轻嘛，你好重。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煮牙签。啊，煮牙签没关系。10斤了。好。18、30块钱。嫂子买了骨头，这会儿买淮山回去煲汤。你看我们买了多少东西啊，我手里还有一袋。哎呀，终于回来了，这一路上开着去的时候熄了5、6次火，好久没开手动播了。然后刚刚在街上买了一些菜啊，骨头啊，然后零食啊，七七八八买了好多，嫂子提都提不动，然后嫂子不让我提，我就提了一点轻的，重的都是嫂子提，提的她，哎呀提不动了换个手，哎呀提不动了换个手，哎，终于回来了，还没吃早餐，嫂子在给我弄吃的，我先吃一点垫垫肚子。